第一广场虽然被称为广场，实际上却是一栋商业大楼，而第一市场则是它的旧名。这一座被台湾大道、成功路、暨光街以及旅川西街围住的第一广场，不仅有服饰店、美食街、电影院、溜冰场等商家来进驻，还是外籍劳工聚会休闲的场所。当你来到第一广场，不难发现这里充满来自东南亚的商品。透过这些商家的贩售，让平日辛勤工作的他们换得了亲近家乡的机会。